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次我哋专程嚟到位于神湾镇嘅大星宫超市。咁佢哋嘅地址咧就系位于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中44号首层之3。目前佢哋处于呢个开业状态嘅，其主要咧经营嘅范围就系为烟花炮竹零售为主嘅。他们亦都依取相关许可证来开展这个经营活动的，可以放心购买烟花。还有最重要注意啊，虽然大星宫烟花超市和中山市大星宫烟花炮竹商行，但是就不确保他们是同一间商店来的。如果有兴趣买烟花的朋友，最好做定资料搜集，避免买到三无的产品，尽量选择翻有品质、信誉、正规的零售店。以上我提供的信息只供参考，而需更详细的最新信息，建议直接联系商行和查询相关的官方渠道。如果大家想清楚了解大星宫超市，譬如具体的地址、联系电话、商品种类和价格信息，看到影片的最后我会展示出来。好了，讲完信息之后，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烟花的种类啦。他们这间门市里面是有过千种类的烟花炮竹。他们的超市炮竹种类真的非常繁多的，琳琅满目。这里的种类的烟花多过我完全都不吃。这个面向这只就是有我平时细路那阵最喜欢玩的穿云箭。他们从传统的仙女炮到网红的加特林，应有尽有。至于价格方面呢，他们的顾客反映翻啊，觉得非常乏味啊，比出边啊平好多噶。超市啊，仲提供咗一站式的服务啊，明码实价。最特别的就是超市的地理位置同埋购买的环境啊，交通便利，购买的环境非常之宽敞明亮。有些类似枪的形状的烟花，散弹来福枪啊，叫做。而家我面前呢一只啊，就以前细个都有玩开的火柴炮。五彩斑斓的烟花映入眼帘，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里面。总括来讲，中山大星宫烟花超市以其丰富的商品、实惠的价格和优质的购物环境，赢得了我的欢心啊。咁嚟嘅时候，梗係最担心佢哋嘅营业时间啦。佢哋嘅营业时间一般为上午9点到夜晚嘅11点，周末嘅晚上就延迟至12点。元旦啦、过新年期间咧，佢哋系24小时营业嘅。不过亦都有其他嘅信息表示，其经营业嘅时间是为早上的10点至到晚上的2点。建议大家来之前呢，就最好透过官方的渠道或者电话确实最新的营业时间才好来啊，确保不会错过购物的时机嘛。这间超市提供了
丰富的烟花炮竹品种，价格优惠，都是一个购买烟花炮竹的好去处来的。不过来这间超市之前，亦都要注意遵守当地的法规法则和安全规定，确保购买和燃点的烟花炮竹的过程安全无虞。全部都是喷射式的。他们在中秋节的期间，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满额敲彩蛋的活动，顾客购物满500可以敲一个彩蛋，满1000就可以敲两个彩蛋。我这么难得来到，那当然选回几件烟花炮竹带走，留翻夜晚玩啦。啊，呢件又想买，呢件又想玩。哇，呢件又好似几特别咁喎，拣埋佢先。哇，呢个就系我儿时最中意玩嘅火柴炮。够啦，啊！呢车就系我今日嘅收获啦。仲有呢一支如意嘅金光棒添噃。中山市放烟花咧，佢哋都有限放嘅区域，咁我啊当然选择翻啲远离人群同埋住宅区啦。至于边啲可放嘅区域同埋唔可以放嘅区域，我在影片的右上角也都会整一个说明栏出来。好啦，我哋买完烟花咧，梗系点可以唔放烟花嘅咧？系咪先？系。开唔开心先？开唔开心先？嗯。啊，小朋友啊，梗系玩玩啲安全少少嘅烟花啦。开唔开心先？开唔开心？系。你买啦。我都当然唔执输，点翻支玩下先。哇！好靓啊啲烟花。就要火弹。佢玩得几开心，几兴奋。依家我哋就燃点埋呢个金三角，佢个燃点时间咧就系可以燃点到3分钟咁耐啦。Thank you.
哎哎哎，看完片记得帮忙订阅、点赞和分享我的频道出去。